首先就跟我们蔡慧士主席以及我们学务委员会的各位前会长以及我们慧兄慧姐，大家好。好。本人李子健今年很荣幸受到我们吴金会长的邀请，担任明年金山五十周年的监制团队。本人担任团队理事一职，竞选理事一职，目标是要落实金山的四大机会：个人机会、国际机会、商业机会、我们的社区机会，以及在我们要落实我们的机会，我们还会协助我们吴金会长执行我们明年度所要执行的目标，以及协助我们各个监事的理事去协助他们所要执行的目标以及理想。本人在蔡慧士会长当年度担任秘书长一职，相信在明年五十周年也可以认真的为我们吴金会长去让队伍进行训练。谢谢。谢谢我们子健会兄的演说。那恭喜我们伟大的会长。子健会兄，请问一下哈，你是常年在国外的大陆的人？你要接我们的理事的话，你有时间吗？再来，你要怎样辅导我们明年的所有的你的委员会里面，我能够达到委员会的那个需求吗？再来，加上明年是我们的一个大年，是五十周年，你时间上如何安排？请你解释一下，谢谢。感谢我们吴文才前会长。相信一个人要身为一个成功的人士，时间的控管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在时间的控管上面，本人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与我的工作并没有任何冲突。在时间上的调配，可以完善的调整，其实也是可以协助我们吴前会长去执行各个我们本会的一些任务。那至于说要如何去执行，要如何去让我们委员会可以去百分之百的去执行所需要执行的项目，这方面需要我们各个团队的努力以及协助。相信明年我们吴金会长英明的指导之下，以及我们的李监事团队的向心力，是可以让我们明年的会务以及我们五十周年庆可以顺利的进行。谢谢。谢谢我们候选人的回答。还有组长，郭主席。之前登记第四号，毕竟当过秘书长，这时候程度是不一样。经常会就是要当过秘书长，秘书长还休假，秘书长是最重要的，本会的好像一个 CEO。到底是一种秘书长在做个人的一个状态。我希望你，因为你担任秘书长应该是属于幕僚长，然后今天这次要出来就求我们，这次的仪式当然是比较工作的范围比较小，但是明年是我们的五十周年，本人看过本会的十年、15年、20年、25、30、35、40。几十年开始就看过了，所以说我希望寄托在你，还有在你整个明年度的张同庆团队。刚才听到你讲的都有指导，都非常有道理。希望你再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阐述一下，明年的理事要如何能够再升任这个工作，简单的把它讲给大家听讲。感谢我们黄伟彤前会长，我就在此，我简单的用一句话表达我对于明年会务执行的决心。明年
我会用我的热忱以及我的生命以及多余的时间尽心尽力的去执行本会的所有一切的活动。在我蔡孟年会长47年入的时候，本人出席率100%出席。在我们蔡会士会长邀约当秘书长的时候，本人也是100%出席。不管会里的会兄会姐有任何的需求以及服务，本人手机24小时不关机，等待各位的来电以及指导。谢谢。谢谢我们，谢谢魏兄的回答。那我们就会再接下来再换的五号候选人张荣芳。